30分钟，各位动作加快。各班陆续都已经到待命位置去了，我们时间掌握得很好。那我麻烦各位同学，因为今天是学校的大日子，那你们的表现就是代表丰原高中，切记过程中要愉快，那要表把你们的朝气给表现出来，该唱歌啊，教官要提醒你要唱大声一点。还有部分二年级的台中同学，动作要加快一点。